娶你了。娶我？娶我倒是不用了，以前是为亲的人了，没听过一女二夫。拜托，娶你那么重的事，我怎么可以忘记啊？而且我又不是你那什么亲的男朋友，说话不算话，我是说信任的好不好？所以放心，我一定会不会播的。我相信你，宋武鼎。你什么时候才要松手啊？想赶快回去 Lucifer 看为亲哎！你男朋友也在那边工作、哦？是啊，很厉害吧？重新报告战绩，报告歼第四台电视线之迅雷计划结束，归队完毕。现在从巷口到巷尾，东街到西街，方圆500公尺之内的人类。都看不到那个电视节目了。啊！啊呀，大姐干什么啦？我发现我们少捡一家。哪一家？啊！你这个把家里给捡掉，不然他看着玩不上算了。你的节目成完不能在家里出现的。对呀、啊，走走，嘿，真是。三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就回来了，你们跑去哪？老爸，你头怎么包成这样子啊？快点啊，快快三宝，你为什么会看孙无敌那个节目的啊？老爸老爸，我来跟你说，因为孙无敌啊，他亲口跟我保证，我兄妹被拍到那一段呢，他是绝对不会播出的，他只会播出前半段，介绍我们广西一流的料理给全国观众。这个酱料是那一段，他不会播的啦。好，太好了。喂，冷静点，你确定那些人家里的电视都能看吗？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怕播出啊被街坊邻居看到，所以啊我们半夜啊挨家挨户的把附近的电视线全给剪了，全剪了？你们这样太过分了啦！哦，老爸。好了好了，不如呢我们就用烧腊拌羊杂来个一盅两件，然后请左邻右舍来家里吃吃喝喝，算是让他们赔罪行了。不理好丑，赞给你讲几就掂噶啦。即系
我们就马上请街坊邻里来，嗯，啊，一举两得，去吃看电视。嗯，来走。可是三宝，嗯，像孙无敌那种烂咖，万一耍我们怎么办？他那个人哥，孙无敌哦，他虽然很胆小，而且又是个弱鸡，但是他真的是个好人哦。我问你哦，如果有一天我们遇见你的生死关头，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你会不会丢下我？当然不会啦，笨瓜。除了家人之外，我相信孙无敌他一定也不会丢下我，而且没想到他竟然会是一个真心称赞我的人呢。啊，干嘛？你刚刚讲这话的时候眼神中有一种奇怪的光芒，哎，你平常讲围巾的时候好像眼神不是这样。哎，你不要乱讲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围巾了，无敌只是变得没那么讨厌而已。哎呦，这么亲密都叫无敌啦？你有中听啊？我刚刚明明就是说双无敌。哼，不要理你了啦。哎，这个不对哦，三宝什么时候跟孙无敌搞得这么熟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树啊？喂，好，我知道。季总，昨天那艘船的残骸已经找到，上面没有存活的迹象，它应该100%是石沉大海。这难道真的是天命？季总，趁着迎战八国联军之前，这天香楼的门面也该好好的整理整理，给他一个改朝换代的新面貌。季总，这时候千万不能犹豫不决，接管天香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你到现在还不能决定吗？我昨天晚上已经选择了，对无敌见死不救，还有回头路吗？看到我有这么惊讶吗？难道你Uncle 看到我有这么惊讶吗？难道你我怎么了？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中风了呢。阿贵，身为二厨，现在不去厨房，在这干嘛？哦，剩下老板。阿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谈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相信是有人想让我回不了天香楼，因为我发现那两个绑架我的人还有幕后指使的家伙绝对都是天香楼内部的员工。怎么会呢？那毕竟都是自己人啊。我早跟你说过员工都是不能相信的。你看吧，反正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任何人都不会漏掉，任何人。这一次看我平安无事的回来，这些人应该开始在担心了。这一次我保证让他们有吃不完的牢饭。而且我怀疑这一次是内神通外鬼，所以 uncle 我想先请你帮我一个忙，私底下帮我调查。